是一个民谣乐手，我是永庆。我喜欢音乐，喜欢旅行，喜欢探访各地。随着音乐，让我更深入台湾各个角落，感受不平凡的在地人文，更看见了这片土地的乐事与美声。马丁，这位来自比利时的音乐家，因缘际会来到亚洲落脚台湾，与来自日本的塔布拉鼓演奏家若池敏宏、台湾的小提琴家黄伟俊和钢琴家曾曾毅共组世界轨迹乐团，创作起以民族音乐为基础的作品，展开他的音乐探险旅程。拜访吴马丁是我期待已久的事。在比利时，马丁细数着墙上的照片，分享从比利时到台湾的生活点滴。柜上那两座传艺金曲奖的讲座，是他音乐上重要的里程碑。对于今天的成就，谦和有礼的他总是充满感恩。哇，好多乐器哦！对啊，我一直在练很多乐器，然后一直都。不太会下决定到底是哪一个比较主要。我记得你以前不是弹 double bass 吗？哦，对啊，我小时候弹广风琴，就是那种一根一根的那种教堂的那种大的。对啊，对啊。那为什么后来不弹？后来其实学蛮久啊，到17岁嘛。可是同时也对流行音乐比较有兴趣，然后开始弹 bass 嘛，电 bass。就玩 band 嘛，然后再转到爵士。那爵士比较需要 double bass， 可是同时就是
电贝斯还是会弹啊，钢琴还是会弹琴，还是有弹。我没有听过你弹钢琴哎、欸。啊，对啊，你这边我看那个谱上面写 rag 是什么？你可以弹给我听一下。常听到那个名词啊 ，ragtime 是就是类似很老派的爵士啊，老派，或是可以说是爵士的祖先呢、啊。这叫 ragtime， ragtime， 对， ragtime， 这个算是爵士的很重要的一个祖先。嗯哼，然后这个时候，黑人做的音乐已经是跟通常听到的白人做的古典音乐节奏上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嗯，那爵士一直都是带来这样子的比较不同的节奏。是，我听到那个旋律，它在竞拍子的那个方式，那个 timing 好像也不太一样哈、哦。对啊，就是有很多那种。像反拍 syncopated music， 我会说，对，这、就是大家的特色，一直都是爵士的特色。嗯，然后 groove 律动的概念呢，所以这种音乐其实后来变成牛二两的爵士，这个其实一直都还是我们现在听到所有的流行音乐的祖先的音乐。除了钢琴，马丁也从其他乐器上汲取养分，丰富创作上的内涵。手风琴风箱里流动的气息，在琴键的奔驰下蔓延出他对音乐的热情。当然，他所钟爱的低音乐器，更是他规划创作蓝图的重要工具。在无情格贝斯的纸板上，毫无限制地绽放旋律的花朵。此时他正演绎古老阿拉伯的乐句，仿佛打破了时空，拉出了一条古今对话的虹桥。哦，对啊，真的有那种感觉哦，而且就是无情格才能有这么多的那个声音的延长跟变化，放肆壮士音，滑音，哇哦，所以其实你非常喜欢，从你的音乐里面好多好多的那种民族的因素都会一直抛出来啊，对啊，你为什么会这么喜欢民族的音乐？然后像你的创作也都是这样的一个 style， 为什么？我觉得很多民族音乐其实是一种传统嘛，然后已经存在很久，可能好几百年了，然后这几百年它是。透过很多代，然后一直从一代传到下一代，那他这样子就可以也可以成熟嘛，变得很成熟。我觉得这个可以听得出来，你可以听得出来，某一种民族音乐都是代表某一种文化，所以这个我也很喜欢。像你在台北也住了一段时间了，那。在城市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角落都呈现不同的样貌，台北这个城市，大台北地区有什么样一个地方让你特别感兴趣，或者是你觉得很有趣或很民族风？哦，很民族风，其实我想到南势角那边有华新街，你去过吗？华新街我没去过，但我知道有这么一个街。华新街是一条街，那边住特别多缅甸的华侨，然后他们是从缅甸还有泰国越南带很多不同文化，一个完全不像台湾的一个感觉，可是对很有趣的。这个马丁眼中有趣的城市景观，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中和南势角。在我的印象中，那有高楼大厦，有捷运站，有往来的人潮，也有川流不息的车潮。但华新街在哪儿呢？散发出什么样的民族风情呢？乘着马丁的乐音，我们一起启程去南势角华新街，感受当地特有的人文景观。
来华新街第一次是因为世纪鬼节乐团的鼓手瓦卡，他住在附近。啊，是啊，瓦卡住这边啊。对。那他每天早上起来，他都会去华新街这边一个缅甸餐厅小吃嘛，来吃烤饼跟奶茶。然后就是去找他，也爵士专门去吃，然后看一下华新街。看到很多不同文化，看到缅甸文化，看到越南和印度，也都有小吃，还有一些超市啊，也是异国料理或是之类的，是就觉得好像不是在台湾。虽然我很喜欢台湾，可是那边就又是国外的。这个地方，你说到喝奶茶，他们在那边喝奶茶，还有他们这边一些商店，都是一些很特别的感觉啊。就是以你一个外国人的观点来看，就是在台湾的一个异文化的一个这样的感觉。OK， 好，那待会我就去感受一下我们华新街，就像是不是像马丁所说的，是这样一个充满一种异国文化的一个台湾的在地的一个特殊的地方。那我去感受完之后呢，我再回来跟你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好不好 ？OK， 那我就先去咯 OK， 待会见，拜拜，拜拜。新街聚集许多缅甸华侨，因应生活的需要，各式商店餐馆林立，处处可见缅甸的文字以及令人感到好奇的生活用品，让这里呈现独特的街景。若想要初步了解这里的景况，就得先拜访缅甸归侨协会喽。你好，请进进进。哦，您是夫人是吧？是。哦，是理事长，你好。我是永庆，欢迎。这一次呢，我第一次来到华新街，感受到很特别的一些气氛哦，尤其看到你们身上这服装，哇，非常的特别。这就是我们缅甸传统的服饰吗？对。上衣叫缅甸话叫戴蓬，戴蓬。然后下面这个是
龙脊，龙脊俗称的沙龙。哦，我们常常听到沙龙，沙龙就是长这个样子。这是一块布吗？一块布把它缝成围裙。哦，对，然后缝了一个围裙状，穿起来。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这是绑起来的吗？还是？你讲好。这个就是这样吧，哈。这样。这个布。哦，从右边下，从左的。然后来一个。塞进去，露出一小，我很好奇，这样会不会松掉？对，掉下来了。不会，因为它习惯了。对，习惯的话不会了。习惯，要不然你们可以用腰带，是腰带给它绑起来。用腰带。这个是什么？粉红色的。这个就是我们去喝参加宴会喝喜酒的话，这个男生的这个头套。哦，一个头套，一个礼帽，这样子。对。那夫人呢？夫人，您这一次穿服装？对对，我们这个也是缅甸那个时代装啦。时代装。是。它这个款式有点类似像那个马来西亚啊、新加坡，我们都很像。嗯。对，有那种感觉。哎，对。两位都是从缅甸回台湾的吧？是。哦，已经来了30年了。30年了，那就是缅甸文，你们应该都还会讲，对不对？对啊，我们会讲。缅甸大学毕业。哦，是。那可不可以用缅甸文跟我们观众朋友打声招呼？台湾要明白有没有阿龙？明白吧？明白啊。是。而且不止服饰哦，我还看到这边有一桌子的理事长为我们准备的这个文物，是不是？是。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些文物？从这边好的，这个玩偶好可爱啊！这个玩偶是什么玩？这个是我们那个缅甸八大名厨他做成的小玩偶嘛。是是是。那这一座，我刚才就一直看到它闪闪发亮啊。这个就是竖琴啦。竖琴。竖琴，嘿。缅甸的竖琴。对，缅甸的竖琴。哦，好美哦！这个竖琴在缅甸的地位是。它也是等于是古典的音乐，古典的音乐，音乐很重要的一个乐器，很重要的一个乐器。可以弹拨吗？可以，可以。因为它这个小型一点，所以声音，它只是有点松了。对对对，只是一个装饰品。真正竖琴是很大的。是是是是是。此外，还有皇帝的御驾、民间的牛车、缅甸传统乐器等文物，具体而为的呈现出缅甸文化的部分样貌。但有一样东西引发了我的好奇心。我看到这个服饰是相当的华丽，有上面有很多这样的一个珠宝，这个代表是我们缅甸是产珠宝吗？还是说珠宝在这边的特色？缅甸其实也是产珠宝的，但是这个是皇帝的服饰。哦，这是皇帝的服饰，所以也特别。都是金光亮闪的啊！在隔壁，在这边是就是皇后啊，隔壁是皇后，对，哦，是是是是是是是，我发现皇后她穿的是夹脚拖哎，以我们现在哦是很流行的，对，是。我们除了文物，我们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像我看到这个傀儡，我就会想到说，哎。缅甸好像他们的舞蹈，就是你们的舞蹈是非常漂亮的，非常婀娜多姿、有韵味的。我们这边有没有类似的一些表演艺术的工作者还在这边？有啊，我们协会的每年都有办两个大活动，是4月份的话就泼水节啊，对对对，泼水节很有泼水节，所以我们这边有专业的缅甸老师。艺术学院毕业，艺术学院毕业真的是科班出身的，对对对，啊，真的是非常期待，所以您可以介绍我去认识他，然后让观众朋友看到真正属于我们缅甸的舞蹈的这个优美的一个这个婀娜多姿的姿态，是吗？可以啊 ，OK， 那我们就期待我们跟这位缅甸老师舞蹈老师见面喽。那边有一位穿着非常优雅的一位女士，看起来很像很有民族风的感觉，相信她就是我们要找的赵老师哦。那我们现在去找她看看哈。请问一下，您是赵老师吗？
老师，哎，周老师你好，你好，我是永庆，是，我们这里有很多的东西哦，很特别，像这边也有看到很多缅甸文，这是我们缅甸的书籍吗？是，好，哎，这个看起来有点像我们的作业本，这不知道是什么？缅甸的那个小学生书本。哦，缅甸小学生的书哦，是哦，就跟我们在学那个小朋友在学波波猫一样的书，是不是？是啊，这个是缅甸的波波猫，对。这是缅甸的波波猫，是缅甸的音标，那这怎么念？嘎叽，嘎叽，是，卡龟，卡龟，干耶，干耶，嘎叽，嘎叽，啊，啊。啊，为什么老师念起来都这么的优雅呢？所以我们缅甸的小学生都从这个音，这个是他们，这你们的音标嘛，是从音标开始学起，是啊，就长得像这个样子，就好像我第一次来华新街的时候，看到路上的文字，看到好多圈圈，都看不懂。嗯，这本书好像蛮特别，就是缅华华缅绘画。老师，这个书它的功能功用是什么？公用是就是不会讲的那个中文不会讲的人都是看着这样子学习要讲哦，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比方说我要讲缅甸文，是，可是我是讲中文的，我不会讲，对对对，所以用中文，那你看中文，对，那或者是缅甸人就是不会讲中文，就是看着这样子开讲哦，是对照了，对照的，所以这个上面写我这个叫真诺，真诺，就是男生哦，这是哦，男性用，男性用的，对，真诺，真诺，这是我。那女生就是真骂，真骂啊，真骂。那这个你，这叫做你，你是男性用的，就是你，对，那叫做肯喵，肯喵，肯喵，就是你是那个是人家叫你生，就是那是假设说你是王先生。喵，就是有礼貌，就是人性要讲究了。如果是女性的话，行，讲话的，对对对。哦，就像我们日常生活，就是说，比方说，我妈叫我的时候就王庆，我说干嘛？对对对。所以可是这样不礼貌。不礼貌，对。就是那我们有伦理有烦恼的。所以我妈妈如果叫你的话，王庆。很喵，这样就有礼貌，有礼貌，哎，有人文，真的，哈，哦，所以这个书都是在教我们怎么样来讲缅文或怎么样学。哦，我看到这个很实用。您好，您好，明个喇叭，明个喇叭，大家可以学一下哦，明个喇叭，明个喇叭，明个喇叭，真的吗？哎呀，我有天分哦，明个喇叭。那我。还有一个介绍你哦，是哦，介绍我什么东西？因为你，我看你的脸都长痘痘了。我的脸长痘痘，对，我常常长痘痘。所以有什么法宝吗？对，是缅甸才有的。有一个缅这边没有，缅甸才有的那个，对，台湾比较少啊，就是可是你花新疆来的时候才买到那种。哦，只有在这边才可以买到。对，那是什么东西？那个。秘密哦，秘密带你去。哦，老师也会铺梗啊，那老师请你带我去看一下。嗯，好，走。就在前方吗？是啊。哦。就是这个。啊？这个哦，这很重哎，这石头哎。对啊。这石头是什么？是这样子磨吗？把我痘痘这样磨去吗？是啦。啊？是这个啦。啊，是这个。这个要对，这个要用品了，在它的上面要磨起来，然后要涂在那个脸上。你是说这个木头，这个树根要在这上面磨，磨一磨之后，那个出来的那个汁，对，汁我们要擦脸，擦在脸上。是啊，我有印象了，我常常看东南亚的那个。就是会有很多人，他们在脸上都会有那种类似有点黄黄的那种，擦在脸上的。一边那个类似那个比较那个我们冬那个夏天太阳阳光很大嘛，就是要防晒，然后防晒胜对对，然后也不会长痘痘。哦，真的吗？平常你要擦哦，平常就要保养。对，那这样怎么用？你可不可以示范给我看？好啊。这个树粉啊，据说是取自缅甸特有的黄香烈木，经研磨成粉末状，然后再涂抹于脸上。有消暑、防晒、美容、防蚊虫叮咬的功用，
在缅甸呢，常可以看到很多人脸上都会涂上一层黄色的粉末，就是树粉末。我看看。好啊，给我磨磨看。对。来，你要力气。力气要大一点。对。要顺时钟这样磨。顺着对，磨再浓一点。再浓一点。对。好，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好，可以的。好，这样子。好。你要擦还是我擦？我擦，我擦好了，我比较需要。老师给你哦。OK。哦，就擦在脸上。好凉哦。哎，对，凉凉的。对。嗯。而且还蛮舒服的，感觉像有点在擦乳，有点像在擦乳液一样，那种感觉，饱含着水分附着在我的肌肤上面。希望能够对我的痘痘产生制衡的效果。有没有变帅？变帅啊！我真的哦，你看美女讲话就是有效，真的变帅，有没有？素粉这样涂上来就是会防晒。对对对，有皮肤会比较会健康嘛，对啊，比较不容易流汗。如果你流汗的话，这个会洗掉。哦，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可以考虑用这个天然的雄厚素粉，顺便磨合一下素粉的时候做运动，好延年益寿。OK， 用这个养颜美容。好，老师，其实我最重要的目的呢，是想要请你，让我们了解一下，就是我们缅甸舞蹈的美，因为我之前看电视，每次看到缅甸舞，就是缅甸女孩子跳舞，都觉得哇，好美，好美哦。是，所以我可以请老师带我去感受一下缅甸舞蹈的魅力吗？好，嗯。令人兴奋的时刻了，哎，老师，因为那个刚刚就是理事长跟我介绍，就是老师的舞跳得非常的好，然后有时我们在泼水节的时候都会跳一些舞嘛，对不对？是。对啊，那我想请老师来教我们一些简单的一些泼水节跳舞的那些动作，让我们下一次遇到泼水节的时候也能够一起跳舞。可以啊。那有哪些动作是我们比较常会去去跳的？好，来吧。是。一二。三四，二三四，三二三四，四二三四。老师，我没有天分，有点困难呢。老师，我们一个动作来，好不好？一，这个是一，手应该是哎，哦，这样手要对，三四，二三四，来三。二三四，泼水舞是在过年那时候我们要跳的舞。是。过年舞是我们那个皇帝、那个王后他们那个给他们。哦，跳给皇帝跟王后看的。对。你可以稍微摆一个宫廷舞的姿势给我们大家看一下。可以啊。大概是。不一样呢。缅甸的古典乐舞主要利用手脚头腰等各肢体的姿势，配合眼睛表情，舞姿相当动人。乍看之下与泰国舞有点类似，但精髓则差异很大。唐朝诗人白居易观赏过缅甸乐舞后，曾写下诗句：“玉雷一吹追击声，铜鼓千级闻声涌，珠音旋转星宿摇，花蛮抖擞龙蛇动。”由此可见，缅甸舞蹈不仅是缅甸的艺术瑰宝，更是世界的重要文化资产。今天可以在华新街看到这么曼妙的舞姿，真的是感到相当幸运。You're the only one.
在缅甸华侨的努力之下，缅甸文化也在这里找到新的触角，延伸出新的生命面向。而我在华新街也遇到了一个来自缅甸的歌手，他是赵泰祥，来台之前曾在缅甸出过唱片，跟吴马丁一样因缘际会的来到台湾，开展他新的生命旅程。他在这里又有什么样的生活体验呢？泰祥，我们从这个华新街走进来这个市场，对，感觉就跟华新街又不太一样了。对啊，这里面呢它就是有一些专门是有一些我们的缅甸华侨的一些特色小吃，那我这一边它有一些餐厅是专门就是我们缅甸云南华侨的一些美食餐厅。说着说着就有看到了，这里哦，对，这个呢就是缅甸的一些美食，还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一个。哦，这个呢，这个是就是不一样的。我们缅甸话是叫做等烟蒂，等烟蒂呢，老板娘，国语是叫什么呢？我是那个臭屁果。臭屁果，哎，名字虽然有一点点的臭屁，但是真的是被称之为臭屁果。对，为什么叫臭屁果？哎，缅甸的华侨，他们缅甸人，他们非常喜欢吃。每当他们要吃饭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就是做下饭菜。这个是这个的，对，头一样的。哦，对，就是臭屁果。这个台湾有。我在台湾没有，比较少，台湾比较少，所以这是从缅甸进来的。对，可以说是我们缅甸的一些。我看到了，这个就是他原本没有腌制过的，是吧？这个是他开始生长，有一些怎么讲，就是有根啊，可以再种植，哦，对，是。哇，对不起，这个很漂亮哎。对啊，这个感觉还蛮像一种艺术品似的啊。对，真的很像艺术品一样，还蛮别致的。而且颜色很漂亮，好美哦。对，是。OK， 跟着赵泰祥走过市场之后，他要带我去体验一下缅甸人的喝茶文化。他说缅甸人很喜欢喝茶，早午晚餐都在茶桌上解决，一天喝上三五次茶是经常有的事情。真的是难以想象。记得马丁之前跟我提到华新街有很特殊的茶馆现象，利用这个机会我要好好的了解一下，为何他们会这么爱喝茶呢？华侨喜欢聚集在一个点的地方，说着说着，哎，这家跟奶茶不错喝，我们可以在这边喝。等一下，来，一起喝。好，对，好 ，OK， 我们一起喝茶吧。好，哇，我怎么这么巧，在那边遇到你的表弟。来了，对，等等。哦，来，这就是传说中的拉茶。对，是。哎，可是拉茶，我只有听过印度拉茶，怎么会有缅甸拉茶？为什么？其实那个缅甸被英国统治过。哦。所以它现在我们喝的那个就是大家知道的拉茶。对，都一样。对，是，所以这个拉茶跟我们这个印度的那个拉茶是一样的，对，差不多。哇，那我就要先来品尝一下我们的拉茶了。哦，很香哎，很好喝，跟我们的那个奶茶是很不一样的，不一样，对不对？很不一样。缅甸的那个缅甸话是叫勒佩饮。勒佩饮。在访谈的过程中，意外的发现这一天正好是赵泰祥的生日，大伙为他准备蛋糕庆生，共度一个愉快的午后。所以让我体验到缅甸人在茶桌上什么事都可以做，连生日也可以在茶桌上见。谢谢你们。哇，泰祥，这就是你的家哎！是哇，好幸福，我可以到你家来，真的很荣幸。永庆哥来家里做客，真的是稀客。哎呦，这样我真的很荣幸的。哇，我看到你抱着这一堆东西出来。对，这些就是我之前比赛过的一些，之前拿到第九名的一个荣誉证啊。对，就是这个证书。对，真的是。哇，要拿到这个证书真的是很不容易，真的是，对，总共比赛了8个月，也可以说是花了不少的血汗。真的，那个过程其实我到现在还是历历在目。是吗？对，这一本是我的歌迷粉丝，大家特地为我做的，我的写真。对，
里面有一些都是我的一些故乡的照片。哦，真的吗？缅甸还有一直到台湾来发展的一些过程。过程。对对对。哦，一开始都是你去比赛的时候是这样的啊，被称为缅甸阿伯。太有钱的太夸张了。对，真的。不过那个时候的你跟现在真的转变蛮大，就是一直一直的自我改进，自我不断的进化努力。对，这就是你在缅甸家里的一些照片。对，我的妈妈，我的大姐，还有二姐、三姐、四姐。所以你从缅甸来台湾这样发展，基本上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蛮大的冒险的探险。对，说真的，人嘛，总是要为自己的梦想而活嘛。对，所以我到台湾来也是为了自己的梦想，就是从小就热爱在舞台上表演、唱歌。反正有这个机会，能够更往高处飞，那就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不会放过。对，你可以谈一谈，就是说你自己觉得缅甸的生活在你身上所展现的样貌，然后你觉得这些有哪些地方是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缅甸人的一些特性，就是亲和力很强，非常友善，而且他们的思想观念非常的单纯，就是说，该工作就该做，该喝茶就该喝茶。对对对，怎么说就是这个观念嘛。对对，好像我们考虑了半天，我要喝咖啡，哎，我现在还有什么试试咖啡？对对对对对对，要约一个时间聚一聚也是非常困难，这个是在国外是这个样子。我们缅甸的那个观念就是，哎，大家随时都好像有时间，对，吃喝，然后聊天，喝下午茶。什么时间都好像随时都有空，是聚集在一起这样，真的是很棒。而且我就看到这边，其实在大家在看到这些，像这个石头，对，我们这一个就是缅甸习俗他们的一个类似刺绣的东西，就是传统的缅甸的一些类似他们舞蹈的服装，然后就好像我们啊七不是那个。怎么讲？两山伯和竹音，两山伯竹音台那种感觉，对对对对，这是这是一个戏，那是戏曲，就是戏曲表演的一个代表性，对对对，是是是是，而且他那个姿态也是很，对对对，缅甸人他们就是很喜欢跳舞，就类似有像泰国的舞蹈那种，对，是。那再从缅甸回到我们现在所在的台湾，你也在这边有了一个房子。然后有一个安身之所，然后有一个新的发展，对对对，一个全新的一个开展。是此刻你的心声是什么？要说到我的心声，我想到一首台湾的一首民谣。好，这首歌，对，这首歌是这样唱的。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也可以去观赏，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忘掉痛苦，忘掉那地方，虽然没有华夏美衣裳，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说真的，我自己个人会到台湾来发展，我也没有想到过，因为对我来说
要到台湾来发展，真的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一个梦想。到了台湾之后，当然那个心理上的一些怎么讲，梦想和愿望就好像是真的是越来越近了，也非常的感恩大家这么的一路以来这么的默默的在背后支持着。忘掉痛苦，忘掉那地方，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虽然没有华夏的衣裳，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我们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马丁，我在华新街这一带，这样拜访这么多人哦，其实我都有感触到，就是说，就像你提到的，这个地方有它一个很原本的，就是很草根的一种文化气息存在，很多人在那边喝茶。我觉得这里给了我一种在城市里面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要被城市牵着走，还是要回归到原本的一个纯净的一个心态来面对这个忙碌，对吧？这是我的一个感觉。我不知道您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觉，对于华新街这样的一个环境。我自己其实希望我也可以多一点这样子，就一个整个下午在那里喝茶聊天，那这样子的时间也很少，因为我还是要就是也是要赚钱啊，我在做一个音乐家的 career， 所以通常就很忙。那比较是我出国表演啊，或是可能回去啊，回家也很意思，就会有这样子的时间。我每次都蛮也觉得为什么我一直那么在忙，在忙什么？就还没有找到一个平静。我最喜欢的音乐其实都会给我一种画面，会让你多了解，也许是一个民族，也许是一个个人，一个艺术家的他的个人，会去了解他的一些。所以我觉得音乐只是这样，它要代表一个文化。那我在这里是在发明我自己的文化，慢慢的在融合这个文化，然后希望从这个音乐大家可以开始听出来我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是是，慢慢的。是讲到融合，像你们的音乐就是融合这么多的民族元素嘛。而我这次也拜访到了一位赵太祥，这是缅甸的一位华侨歌手，他也是唱了很多他们家乡的一些很有趣的歌。我在想说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就是你们世界轨迹乐团跟他有一个合作，然后大家来激荡出一个火花。你觉得这个 idea 怎么样？还不错啊，真的试试看。OK， 那我就请赵太祥，然后跟我们大家一起来玩音乐。好 ，OK。Sound out so I bet and we treat what you
音乐是人们共通的语言，透过音乐，彼此可以尽情的交流生活的感动。来自比利时的吴马丁，在台湾找到属于自己的音乐之路，借由音符传动古老的民族律动与文化能量，创作出现代音乐新思维。来自缅甸的赵太祥，也在台湾建立起新的起点，朝着自己的理想步步向前。不管面临多大的现实挑战，逐梦的心总会在乐趣与美声之中踏实迈进。到我深夜的里有呀，到我深夜的里有呀。